公告，结队作战吧。抢女生啊，二抢一。妈呀，狼多肉少啊！咱们上期两个都赢了，我觉得这期没什么压力，就是要随便跑嘛。当王源嘛，对，就现在找王源。咱们三个全部一起冲进总决赛，对不对？我所有游戏开始之前，要先做一件大事，系上我的鞋带。因为我们俩上期赢了，我们所以觉得把机会留给哥哥姐姐们。对，对了，我妈妈跟我说过，25岁之前不能谈恋爱。这是组队，不是谈恋爱。不，组队不就是谈恋爱吗？纯哥，纯哥，我现在是爱之丘比特。Hello， 纯哥。Hello。纯哥，你要跟谁组队？啊？我刚才是觉得沈梦辰合适。因为你听我帮你，我现在是爱之丘比特。我觉得沈梦辰吧，你看他原来特别旺夫，他对他我是歌手的时候带的李健，然后还带的林志炫，都很厉害。陈哥，陈哥打电话来了。喂喂，陈哥，我在祥福码头附近，我在祥福码头。行，我现在过来找你。我现在过来找你啊。好。他在祥福码头的大城门那儿。千玺呢？千玺在后面。哎。王源在这儿呢，王源过来。刚才你不是叫沈梦辰姐姐吗？对，我知道她在哪儿，从这儿穿过去，然后右转。刚才我看见她，你去帮她解除警报。左转右转是吧？千玺在那里。千玺，走吧，走吧，过去找千玺啊。千玺，过来，王源在这儿。你来了吗？来，我吓他，来，我吓他。好，好惊喜啊！我刚刚吓得走了，很会合了。练。马上被抓了。没有，他躲过了。别急，他走过来了，快，我差一点就死了。走，接纯哥。哎，我们俩一起这样牵着去见月老，这样妥吗？妥，没事，妥，反正大家都是单身。来了，那你们的信物在这里是同心锁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来把你们的同心锁锁到上面去。好，谢谢月老，还要谢谢那个王源，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月老，谢谢你们。一二三耶、yeah! 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你问我呀。我愿意。好，那我们来三二一走。 OK， 看我记住这一刻。好，杜淳，你再也不是伴郎了。陈哥当了这么多年的伴郎。杜淳、沈梦辰结对成功，只要有一人逃到最后或弃权成功，两人都能获得等额的纯真胜利币。哎呀，我不会。我来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没事，脸又红了。好的，谢谢陈哥，谢谢陈哥。应该的，现在。哦，哎，来，我帮你拿。来。哎呀，好紧啊，陈哥你要减肥啊。啊，我减肥。OK，配对成功。沈梦辰、杜淳配对成功。配对成功了，哎呀，我们有任务成功了。现在年纪小不谈恋爱，但我们拉别人谈恋爱。
这一期跑得好烂啊。易烊千玺被猎人抓捕，千玺没躲过去，千玺牺牲了，成全了我。 TFBOYS 今天就是来成全我们这些单身狗的，一定要找机会回馈他们，报答他们，在他们主场的时候。你两个也不配对吗？啊，对吧，我去帮别人，我去救。要不要帮我？那行，你要复活谁？我要复活梁咏琪姐姐。行，没关系，我们任务就是保护你或者红娘团，没关系。我死也没关系，我一定帮你们拿到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是那胖胖，壮士，你好，可否帮我们推一下那个车？行，但是我现在没有劲儿，我需要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帮你。吃东西啊？吃什么？前面有卖包子的。在哪里啊？你们一直走就好，弄一点。谢谢，待会儿就过去。我先躲着，你们先买啊。对，你先藏好，你先藏好。帮我也买个包子。你好，包子，能给一个包子吗？给包子吗？今天我得此纯真美味，心情甚好。来，谢谢，这一笼包子。谢谢老板，送给你们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谢老板，谢谢。猎人吗？猎人。走，快！谢谢啊，走，我们走。走吧，咱们先走，边走边吃吧。嗯，好，走，慢走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士力架，都给你，买多少都给你。这个能吃吗？能吃，咱们肯定能吃的，咱们先走吧。哎，啃一口。好吃吧？走吧，快走。哇塞！走吧。就是中国人啊！啊，行，走。没关系，我们是保护网的。哦，哎呦，来了！这根本没办法跑，全是大路。天哪！从背后突然窜个猎人出来，谁都没反应过来。现在我还能如此镇定，其实我的心里是……哎，你们要复活？你们复活谁啊？我们有复活卡。你们复活谁啊？我们只能复活女的。走吧。谁？孟晨姐，因为你跟成哥是一个，我们黄娘团，不好意思，放过，欺负来的好客人。是吧？过走了，拿我。跟我走，好，一会儿走，好。我脚都软了。不行了，没力气。王岩啊，大哥没办法保你了，你自己加油啊！哎呦喂！哎，前面是你娘派来抓我们的吧？那上面是我们家的家丁来抓我们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如果他们手上没有武器的话，我也许可以过去。来，
要是我一个人完成不了这个任务，必须要两个人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白玉桥，我拉杆，你在哪儿？你赶紧上桥，一会儿只要静止了就往上冲啊！不是，我就跟着你，因为我今天实在太想赢了。没有猎人吧？这条路没有，这条路没有。啊，快快快上！我拉绳上，快收武器。快快快快，加油！快快快快！然后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把他们藏起来，快走！往哪儿？快走！扔河里吧，扔河里。猎人来了！哎哎，棍儿呢？武器呢？棍儿呢？你没武器呢？棍呢？时间不多了。他没有武器了。哎，等等！哎呀，他们怎么把武器又拿回去了？棍能跑哪儿去了？又找回武器了？啊，不会吧！天哪！是不是被大鸟叼走了？树成哥，嗯，咱直接扔河里给他。哎，杜杜，老杜，老杜，7分19秒，我怕来不及了。小明哥，小明哥，哎，太好了，我拉着你赶紧上去卸好好好武器，卸武器。还差5分钟，早知道我不做任务，好好躲起来了。